那就没办法。没事，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，一会儿我们看一看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终于有不同的景色了。旋风。是的，特玛西亚。砸。这么多人。大恶人来。咦？谁的闪现？旋风。我知道这世界很公平，我也不想这么抢眼。蜘蛛闪现了。鸡鸡扎你鸡了，扎扎了鸡。法师，我喜欢他们被压扁的声音。这怎么为什么交加血不交闪现呢？很奇怪。躲到我身后，小肉球。干什么？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很显然，谁也不能小看我。记住了啊！女警没有加血，旋风。旋风，创造我的家伙，他手艺不赖，是吧？升得这么快吗？旋风，起飞，创，旋风，致命点烟砸。行呗，拿下。这女警，你以为她是个憨憨？但女警告诉你，其实她这一波是勾引，她是有备而来。太胆干什么去了？旋风，嘲讽住，走，起立，砸旋风，一换一，一换二，没办法，没招啊，来了就来了。我看这女警也不想走了，我卖她咱也不合适啊。真希望高山能长出拳头，那样就能痛快一战了。我的翅膀，你的脸。女警第一件装备要出啥呀？不好意思，现在是哪一任国王？起飞，砸，嘲讽住，旋风，放夹呀，漂亮！我的炮车。我喜欢走路，听上去就像雷鸣。我要杀 AD 了，他们家辅助可能马上到啊！来个人把我脑袋里的个子轰走！嘲讽住，起立，砸旋风！来来，小问题啊！往下，往这边走啊！吊带，我靠！起床，大翻天！
我喜欢买人类的东西，重担放着我来。没关系，我不怪他，好吧，我不怪他，这是明智的选择。就是为什么刚才这个卡莎没嘲讽到呢？可能因为他有鞋。这是对我的要求吗？完了。人的生命如此渺小。他们家人在哪里？把眼排了。放针眼儿，我们这个针眼儿啊，往这里放。我不能回到底座上，还没完呢。我们这个针眼儿跟他们放的针眼儿可不一样，因为对面的兰博经常来回游走，所以我们最好是给他合到啥眼儿。好玩的在哪里？旋风砸起立，嘲讽住旋风。对，还好啊，问题不大。完了，他闪现，哎，搞点一号，他怎么闪了呢？卡莎移动速度比我快，来人了看不见，没看见啊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没瞅着啊，女警也没看见啊，他都没看见，凭什么我看见？凭什么要求我看见？我没瞅着啊。最好的防守是一尊出色的魔抗巨像。我解释我赢了。我看见过太阳，虽然我不太明白，但那些都是事实。这个眼儿先别着急放啊。打小龙啊，可以充满使命的完成喽。救命救命救救，那蓝博为啥又下来了呢？为何又会下来？哇哦，这家伙这不完了吗？这不全是人吗？这那梦魇咋没飞呢？梦魇上哪去了？梦魇就是为了开个大蹭助攻呗。女警没死吧？前进！女警死没？没事儿。别闹，他没时间。啊，展翅的来吧，真好。这女警啊，像个小孩一样。哄一哄吧，啊，哄一哄，哄把他哄出来。获得生命不是我的选择，但我非常高兴的这种结果，喝大的对比。你也要哄啊！我们动
还有意外收获，给你来奖励你一颗糖，行不行？给你奖励，那得要奖励，可以越。我曾爱过一个塔方没闪，早点把塔拔了。哇哦，还行，我们居然被换掉了，不敢，这为啥还点塔呀？操作吧，看上去好像还行，但其实那操作呀，就是瞎操作，他是乱打的，你知道吧？你那赶紧就赶紧往前跑，还在这点塔，你跑那女那泰坦追不上他，他二速鞋，对面泰坦一速鞋，他直接走，其实他都能走，哎，他不的，他就要 A 塔走 A。象征了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不是能点头像吗？啊，但是不行，不让放大。他还不给我治疗，他给不给我治疗我都无所谓，你知道吗？勾啊，勾女警，过了吧，他们说我尽我使命，好险，我说我浑身是胆，万岁。宝驹，哇，又差一丝儿。我要走了，三百。你给我起立！你该干嘛？走位！哎呀，我走开。好爆！又是你！这蓝博要下来了，我们溜了，皇冠了，我只能说我无敌了。光眼没有到，可以。永远都不会坏的那种。没有说明书。最大的悲剧就是眼看悲剧。咱们家这中单确实不太行，他们的门总是不够宽。来了，来了，好，蒙住，重砸，臭点盐，我们就不想了啊，这人头。好好不砸，起立查眼旋风砸，能来点伤害了不还啊？有没有点伤害？那虚区怎么等于零？你给我回来，走吧，好，起飞，旋风，朝红走，没个办法，那黄鸡呀，就是个肯德基，我发现了，还不如我们咖喱奥呢，我回家了。
作为一客人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不过肯定特别零伤害，零。或许我是金石之躯，就是个零。一定就是铁石心肠。还有那蜘蛛，那蜘蛛也是零，还出蜡石之牙呢？第一件就出蜡石。这可不太行啊！我估计我过来帮他抓着蓝波都抓不死。伤害太低，哎，砸旋风彩夹了，起立旋风嘲讽住砸，那没有伤害吗？哎呦天哪，谁跳弹啊？还挺有意思啊！我看哪又干起来了，这是啊，冲阵！哎，中了黄鸡呀！我就回去了啊！我可以把那个打碎吗？啊，我拜托！宝女警可以啊！哎，就那么个泰坦啊，一身破烂的，你看啊，布甲还燃烧宝石、锁子甲、魔抗斗篷。布甲加一个那什么，加一个工资装，打不动，我嘲讽住没人打得动，我能控制他十秒，我感觉。还有这蜡耳啊，这蜡耳怎么吹的跟个纸一样啊？这什么蜡耳啊？你在干嘛？走了走了，鸡，会走不？会走就行啊。撤吧你俩，不行啊，那泰坦大你一秒就拉倒吧，别推了你俩，回家守塔，让对面先推，推了我们塔下找机会，塔下找机会啊，塔下找机会，别着急，我们去多插点眼儿。那黄鸡本来的后期英雄，前期确实是没啥英雄。你这清个兵线，我都累。我说，我看你清兵都累。这如果没搁我搁旁边，那 ADC 飞过来死了。你在干嘛？你爱德玛西亚，这是唯一到过的地方。是我，我来保护你。我来者不拒。这是黄的啥呀？咋？一个没死啊？一个妹子，可怎么办？
接续，这一定是魔法。不要了吧，这个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你还要抢一个啊？你用意抢啊？终于有不同的景色了。来点伤害吧，拉力汉，光控制肯定是没用了。都是神仙，也没办法。这个纳尔，我纳了个闷儿呢，他怎么就2000滴血呀？我也不想这么抢眼。怎么会呢？他不灭没打过人吗？他变大2000滴血。他们被压扁的声音，快点来打蓝，一会儿蓝没了，把蓝往左边拉。把 ADC 杀了，我过来保守女警啊！加速，来嘲讽住！哦，谁也不能小看我！漂亮拉尔起立，英雄登场！勾引一手，勾引一手。你给我起立！好的，大龙，能不能大龙？能不能？伤害够不够？有没有虚虚？快打，虚虚够，撤！啊，还打呀？嘲讽着了，但是算了。哎，怎么在这里回城啊？哎呀，神了神了，神仙了！本来就劣势，能不能稳一点？真希望高山能长出拳头，那样就能痛快一战了。没关系，我就小嘲讽一手，他们也不敢杀我。不好意思。走一波塔就可以了。我的心可走路，接下去就像雷雨。找个人啊，找个人，这不能打。你先等一会儿，那里有没有眼儿不知道呢。先杀蓝格来，看我怎么杀到赖特了呢？起立，旋风砸，嘲讽住闪现，走，回手掏，拿下。他们家还有7秒钟复活，谁开呢？
拍完小龙，啊，拍完小龙了，走走走走走。沿路上啊，给他们插上眼儿，打完走啊，把跳弹给他们打了，快打！一会儿全来了，来了就没法打了，赶紧回城。别打了啊！一定是别打了，赶紧走。走完我们回家实现鬼，差两百块钱，我去打个蛤蟆。重担放着我来。像刚才这种情况，如果又在那逗留，又完了，又团灭一波，又白打了。我都没想到我这装备能超神，很奇怪。这是对我的要求吗？真的很奇怪，我都没想要人头，我只能这么说，我都没想要过人头。999点护盾，人的生命如此也行吧。左边有人，快大打出手了。可以杀 ADC， 起飞，降落，起立 ADC， 嘲讽住，旋风起立，盖伦杀我，等盾消失，嘲讽 Q 走，拉尔吃别人了。还行啊，漂亮。我被瞎当了，我都没想到我能被瞎当了，吃鸡了。这个卖了吧，这个卖了出点啥呢？没什么好出的了。我就我们家可能差点加血，不行，我整个救赎。我喜欢买人类的东西。我看看女警装备吧。不能回到底座上。这女警不用保，这女警保跟不保没有区别。她出这装备没有一点伤害，没有，那都是攻速装。她现在要有把无尽。他把那把火炮换成无尽，我保保他还行。啊！啊！我操！三个大！我的妈呀！他们为什么这样杀我呀？过了，为啥打不过？那你说梦魇也没有大，卡莎也没有大，泰坦也没有大，你说你还打啥？你给我干什么玩意儿了？能一波了不？投降了？能杀为什么不杀？为什么？行吧，嗯，行吧，差一点 MVP， 我这波要是没死 ，MVP 就是我们的。